如何规划您的每周烹饪时间表呢？按照我们的引导，您将找到一个简单的方法，使用 CookieDo 来规划您的每周烹饪时间表。步骤一，浏览并选择您喜欢的食谱。步骤二，点击三点图标并添加至我的一周。步骤三，选择您计划的日期并储存。您现在可以点击我的一周，以查看您所计划的烹饪时间表啦。